time's never felt this slow. It feels like a week ago. Do you feel it too? I bet you went back to bed.前一直很喜欢布艺沙发，但是有宝宝，担心布艺沙发容易脏，朋友推荐我来看看座右铭的沙发。他们家的沙发可以自选面料、颜色和款式，随意搭配。他们家的沙发面料都是进口防猫抓的，平时不用担心小孩子在沙发上各种折腾。重要的是防水防油，现场人员给我演示，把酱油倒在上面，直接一擦就掉了，完全没有痕迹。我感受了一下，坐着确实很舒服，店员说是结合人体工学设计，而且座椅可以拉伸，适合各种葛优躺，而且沙拉套拆卸都很方便。你们俩都讲了。